而家嚟到东山口庙前西街。上一次咧，我哋喺白天过嚟嘅，咁咧而家晚黑过嚟咧，同白天有冇咩唔同呢？我哋睇下晚上嗰个景色噶吓。晚黑啲燈光咧，就一定係好靚過日頭噶啦。呢只熊貓，幾cocktail做做。麥當勞嗰個感覺啊！有好多嘅唔同嘅店啦，啊！我哋向前行，晚上啊，就會睇好靚。這個咁樣咧，大眼睛啊！呢度有一間咖啡，賣咖啡好正嘅，就係呢一間啊！今日可能過咗中秋節，咁呢度咧，因為呢度好多貓。適當咖啡，好啦。大眼睛係賣衫嘅，係賣呢一啲帽嘅。小麥片，即係我好中意嚟到呢度嘅，因為好多好新鮮嘅嘢啊。係咪好夠力就做出嚟？啲logo 咧，是但。OK。準備散暗啲啊？有可能係喎。依間。Victor Company 賣嘢飲嘅 ，OK。而家係幾點啊？而家係8:00。但係夜生活仲未開始喎。這個店都特別。哇！好多蒙面超人啊！我細個。最中意嘅吉田啊！哇！OK， 好，我哋繼續睇下嚇。OK， 好特別嚇。好，繼續向前啦！哇！呢間。咩啊？黃油啤酒公司喎，
是卖啲咩？卖啤酒啊？系喎，卖啤酒啫嘛。一阵间过嚟饮啤酒，呢间人卖衣服嘅，系卖衣服 T 恤啊，各样嘢吓，一只青蛙仔喺度。可能我装翻眼灯好少少嘅，好。我哋裝眼燈先啊，點樣先 ？OK， 繼續向前行。小雨市集，我要吃的嗎？呢度一個小雨市集，裏邊有啲咩賣咧？哇，好多嘢賣嘅噃，都係一啲。首飾嚟嘅，首飾嚟嘅。幾歲啊？他十歲。呢一間餐廳咧，睇嚟咧好破啊！咁啊，賣嘅食品咧。都非常之精細啊！看看一會兒時間，呢度賣衫嘅，依家係賣衫嘅。Autumn Winter 2024，睇嚟應該都好掂啊！繼續。向前行，完全我就找不到那种。打咗盏灯喺度，东山爷爷 ，Sweet Coffee Tea and Coffee， 手冲咖啡 ，OK， 好。差不多到個氣浴了。好多呢打啲燈出嚟，咁好靚喎，非常靚啊！終於到氣浴了，就係呢一間著曬火嘅店。個個都嚟度打卡嘅。OK 啊，其實呢間係賣衫賣鞋嘅店嚟嘅。如果過嚟呢個，全部都是買一些潮流衣服的各樣嘢嘅。okay. 到對面，哇！上高多人打卡，不過咧太黑影唔到啦。上邊咧好多居酒屋啊，各樣嘢嘅。不如我哋上去睇下啦，行上去睇下啦。睇下啲咩地方啊？本身也不用拍全裸。原来这条街呢，整条街都是吃东西的。
哈，很特别啵。下边咧就系我哋上嚟嗰条街啦。OK。刚才咧着火嗰间店。原来呢度只青蛙匿埋喺呢度，唔着灯啊都睇唔到啊！深宵食堂好有气氛话，呢一间系饮酒嘅喎。呢只只鱼夹，好高，今日卡士唔波士啊，零距离，20:31:30 ，OK， 好啊，我哋睇下吓 ，Magic Show。个名系 Magic Show Cocktail and Whisky。哦，有表演睇就系魔术表演啊！好特别噃。OK， 继续向前行。呢个又卖衣服嘅。冰淇淋茅台冰淇淋，好特別噃。茅台雪糕啊，呢度有間意大利餐廳添 ，Pizza 精釀啤酒。Okay， 48元，果香冰沙。Okay， 好嘛，我哋試試，晏啲啦。Okay。在这里望下去呢，看到对面的间屋呢是粉红色的，好靓的。Okay？ 好了，我们来看看，继续向前走回下去。原来里面咧别有洞天嘅，Kangaroo Secret Door Sneaker Spa 中古鞋系咩嚟嘅咧？跟住来睇下先。Okay。黑得仔喎，
呢度咧就主要係東山區嘅主要嘅一棟商業嘅樓，裏邊咧有六層，有唔同嘅 frame， 有唔同嘅 service。呢個刪咗啦 ，sneakers spa， 同鞋同啲鞋護理嘅，呢間就影相嘅。喂，你一個人喺做咩啊？你叫咩名咧？喂，我带你翻屋企好唔好啊？啊？喂，系光啊，残到只眼啊。嗯，好啦好啦，你自己玩啦吓。呢一间系卖运动服装嘅。我哋仍然沿住主街一路行下，先头咧就上咗去啦。我哋沿住主街继续行先，一食 pizza， 唔系食 hamburger。卖衣服好日本 feel 啊！空萬球物，好有意思啊！非常好啊，個感覺啊！突然間，喂，坐喺度飲杯嘢，你？抓拍啊！他说我专业就是，可能之后要出现。呢间咧今日咧就有嚟呢度饮个杯嘢，几好饮嘅。几好饮嘅。继续，向前行先。呢间有蛋糕食。就食糖水嘅，係有糖水食。係咪糖水嘅？賣咖啡，仲有賣衫，又賣咖啡又賣衫，都幾特別噃。先頭睇到粉紅色嗰間咧，就係、是、對面呢一間啦。
对面一间。咁咧就好多姐姐喺度打卡，咁係好靚噃。我哋行到對馬路睇下先，佢好似有個噴水池咁嘅物體，噴水池咁嘅物體。辦事就好了。太久了。哦。好叻，系卖衣服嘅，有鞋卖添。卖衣服嘅，哇，好好生意喎！但我影嘢就唔好，唔方便入去啦。但好多人买嘢，好啦，我哋出翻嚟啦。咁咧就門口呢一個水池咧係非常之特別靚噃，啊！第一個咁，好 elegant 啊！好，繼續。你望翻對面街啊！同埋咧，行過嚟呢一邊咧，轉彎仲有其他地方可以行嘅。呢個都係賣跑鞋嘅 ，All Orders。呢個咧就係 Rock Icon 啦，有呢對鞋啦，我聽到啲音樂聲喎，我行去正面睇下啦，係咩嚟嘅咧？我係一個 pub 嚟嘅，一間 pub 嚟嘅，有啲音樂。怎麼吵出來？喂，你吃飯沒有？一個意大利餐廳。是非常之彩色啊，意大利的红白蓝，红白绿，好，我继续向前行下啦。咁基本上咧，呢條主街咧，我哋由頭行到過嚟呢個位置，裏邊有啲內街嘅。咁喺內街咧，就喺我哋右手邊啲行過去。有少少個 feel 咧，就～是似當年咧喺上海行山路嗰啲感覺啊，綠樹林蔭啊，呢個咧個 store， OK， 我入去睇下啊。
都是賣衫的，這裡是很多衫的 design 啊，呵呵，很有意思哦，哇，前面有一隻很大的手添，嗯，好多人幫襯噃，好多人喺度買衫噶噃，哇！好有 feel 啊！向前一下先啊！Person soap. 呢度有只猫啊，呢个叫喵喵喵 ，Hello， 冇剪耳仔嘅，仲未剪耳仔添。咁啊！呢個咖啡廳就彎咗啦。呢度有一隻貓，好多噃。By Confection House。H Fashion House， 哦 ，OK， 但系呢个咧太黑，睇唔到，睇唔到。New Zealand。非常好啊，